Hello， 我是鼠哥，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5 金牌到现在 S9 钻石的玩家。他在 S9 看到北美统神输出状的酒桶，却敢独自秀出极限华丽操作，而且造成敌方巨量伤害，从此喜欢上酒桶这只角色。在本季122场胜率达到 63.9% 的酒桶 ，Stand You 电火，符文选择死亡电刑，召唤师技能闪现点燃，技能点法 Q E W， 核心装备炉灯回音、海克斯腰带，鞋子选择法师之靴，团队意识尽量寻找敌方输出位置，使用 W E F R Q A 一套带走，或找时机用 Q R Q 一次把很多人打残。假如敌方有强控角色，譬如马扎哈，先破格他，等待适当时机抓掉强控角色。关键技巧：对线时尽量不要太压线，让敌方退线过来，扣打野包夹他。上六等时可以用 QRQ 点燃一套带走，在中期时带烧烟把线推到敌人塔下，游走帮队友拿下更大的优势。对上近战角使用死亡电刑消磨敌方血量，酒桶的 W 减伤加上被动回血是换血上的优势，就算没有坦装也是有一定的坦度，换血后找机会用连招一套带走敌人。对上长手角使用 Q 去 poke 骚扰敌方，推线完就多多支援队友，假如敌方没有出防御装备就可以一套带走。最后玩 AP 酒桶不敢冲就去玩坦克吧。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观赏 Stand You 电火的精彩操作。Oh yeah! Time!
这次的影片就到这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想看更多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们加入英雄俱乐部 Discord。不论你们有影片或是频道的任何问题，可以直接透过 Discord 告诉我，我会把 Discord 邀请链接放在说明栏。我是大鼠哥，我们下部影片见 ，See ya。